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快又最慢的存在，它是速度，也是控制，是激情，也是耐力。做好一件事需要珍视每一分钟，倾听时间细小的步伐，在出发时便做出最精准的判断，把握时间，让时间成为你的地盘，在你的地盘里享受分秒精彩。